身体的角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ending pose 应该是要就是侧45度或是偏斜的，可是他们可能会就是可能身体的角度或是可能手的角度这些小动作。本周美少女们终于跟 Sports Girl 活动代言人许慧欣见面了。不过这不是歌友会，也不是签唱会，而是另一场更严苛的考验。Boss Girl TV 决赛进入最后激战阶段，美少女们面临了更严厉的考验，更紧锣密鼓的训练。就在他们接受歌仔戏训练的同时，主办单位紧接着安排了环球唱片大考验。那希望礼拜一大家都会有机会可以上场跟我们跳舞，然后希望大家都会表现得很好，然后大家表演得很顺利。希望我回去要好好就再练习啊，因为我很希望上场啊。我觉得假如动作技巧的话，我自己是还蛮有把握的。我会尽力啊，应该。当然想啊，今天就觉得很失望，就觉得平常什么都难不倒我，然后今天大家都不 OK， 就哦，好吧。她很漂亮耶，而且她刚刚只是稍微这样动，都觉得很棒，然后就会看她来，就整个兴奋的心情段，然后就很想很想。看，就是可以会当个 dancer。美少女这一次要跟许慧欣一起唱歌跳舞，还要拍 MV， 这是 Sports Girl 继苹果任务之后再一次面对跨媒体大考验。当然，这更是另一次残酷的生存竞争，市场淘汰。美少女在环球唱片的制作人、企划部、导演、舞蹈老师的严格筛选之下，这次又会出现多少冷板凳美少女？而13位美少女，谁能撑过这场竞争，谁又将被无情淘汰？活力美少女，耶、yes! ！哇，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力美少女呢，他们要挑战的任务呢，就是要成为环球唱片的出片歌手。哇，想不想当歌手？想。都很爱唱歌，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带着美少女呢，来到了这个环球唱片，哦，要来拜托一下我们这个主管，看他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些美少女们成为这个出片歌手哦。耶、好，那我们先来邀请到我们这个环球唱片国语部的总监，我们欢迎超哥。麦克风，对，那个我们这次呢，美少女要挑战的任务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就是环球唱片的出片歌手。Yeah.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美少女们，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资格？有没有这样的资格的话，可能要看大家的表现。当然，过去的几集的节目我都看了。嗯，那 我想可能要当一个成功的歌手，可能不单仅只是look 好看而已，可能在。vocal 的表现，甚至于在舞台的肢体上的表现，甚至于在艺人本身的 character 都很重要。所以，maybe 可能接下来许慧欣的发片，然后你们可以借着她的一些活动，然后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肢体的表演。哦，就是现在目前环球的小天后许慧欣。Sports Girl TV 决赛环球唱片大考验，训练项目：录音室配唱、hip hop 配舞、MV 演出。考验方式：音乐总监、唱片企划、MV 导演、舞蹈老师、专业大会审。训练结果淘汰两人，留下11人。好的，为了让我们的美少女呢，能够离我们出片歌手的目标更进一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加强来训练他们声音歌唱的部分。那不晓得各位美少女，我也没有听过他们唱歌。我们先从那个我们的小茄子来帮我们示范一个哆咪嗦哆，来呗。哆咪嗦哆，不错啊，还说自己不会唱歌，对不对？再来，小千来试一下好了，预备，开始。哆咪嗦哆。哎，看起来每个人都能哼上一两句，不过等专家出手后就难说喽。让我们欢迎环球唱片的音乐总监陈子鸿老师。
哇，这位就是环球唱片的音乐总监，传说中的天王天后超级制作人陈子红老师，也是 Sports Girl 北区初赛的评审之一。他制作过的成功专辑多如天上繁星。比较最近的，好的，比方说许慧欣啊，许慧欣 Energy 啊，潘玮柏啊，那再早一点之前的，比方说周慧啊。比方说李玟啊，张惠妹啊，或者是苏永康啊，我开始拽起来了。然后比如我自己的歌手，比方戴佩妮啊，小安啊。有了这位名师，还怕教不出高徒吗？不过要通过陈大制作人这关，可没这么简单哦。基本上我不会骂歌手。哎呀。但是对，但是我淘汰歌手是绝不留情。听到了不？陈总监说淘汰歌手绝不留情，美少女们可得把腿搬开眼内哦。这位小姐，老师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美少女杨雅珍。OK, okay.。你知道今天是要来这个做什么样的训练？唱歌，唱歌哈、哦。那陈老师要不要第一个先找他开刀？知道先罚三杯哈。课业繁忙的雅珍又迟到了，来看看她的表现有没有迟到的本钱。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掌声鼓励一下。来，老师讲评一下，我不好意思说。OK。还算自正腔圆啊，可是唱歌的表情可能要再加强。糟糕喽，这表情没办法给老师有很爱很爱的感觉，雅珍得多下功夫喽。When I'm lost in the rain, in your eyes I know I'll find the light to light my way. When I'm scared.Losing ground when my world is going crazy, you can turn it all around, yes. And when I'm down, you're there pushing me to the top. You're always there giving me all you've got. 掌声鼓励。还不错，对，他一开始有一点点小紧张，声音有点颤抖，对不对？嗯，对啊，有一点点稍微的感情有出来的，对不对？对，还不错，很棒很棒。I'm a dreamer, dreamer, long to see, in the sea up to the wrong sea, at the world come be to learn unity. I bet the place we'll find the be kings have been keeping its back in its sad by sad. All right, 再是。不要再混了，就有什么就赶快早点表演的压力会少一点。后空翻什么都出来了。对，这一下子后面的美少女压力可大了，还是赶快上台表现自己的才华吧。可以要阳光健康，回到大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哦，最后那两个字终于准了耶！好安心哦。糟糕，萱萱唱歌真的很不准哎！大家听了很久才发现她唱的是梁咏琪的歌，可能是太紧张了。那么再给她一次机会。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我吻的那个夜晚，忘记歌词。忘记歌词。好。陈老师，想听一下。还是五音不全呢，算了，下一个吧。
冰冷的空气雨水落进我和你强忍着泪水的眼睛，一路上分一都不想分离。等一下，唱歌哦，唱大声一点，不要很小声。OK， 因为你是清唱，这边没有麦克风，大声的唱出来。OK。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你，打得我好生不收舍。听两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你，打的 music 也会记得，然后突然想起你一般。是啊，你是想要有一个想跳又跳不动作，然后就忘了歌词。对，还是不要跳好。好好唱。没有，其实是不错的，那个这种效果，那个很好笑的效果。当我又为你流眼泪，若你又为见你失眠，绝望也许是最美的体会，让我们记得曾爱过谁。谢谢。最后一句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对，还有对啊，那一首歌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很怪吗？没有，我以为你走音，后来哎好像没走音。有一点飘，不过我觉得依婷的声音是属于比较低沉一点的，沧桑的感觉。所以你声音本来就哑哑的吗？没有，就是比较沙，最近比较沙。最近比较沙，对。哦。因为本来就低啦，本来就比较低。OK。你上一次失恋什么时候？你是不是二十天前？啊，是啊，真的吗？不该讲。真的、哦，难怪声音比较大。对不起，我只是想讲这首歌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女生，我失恋，我的也是听这首歌。哎呀，小贤擦枪走火，不小心提到了依婷的伤心事。不过没关系，情场失意，通常事业会得意哦。不信你看。就我刚刚在看，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他唱的最好。啊，真的？对，因为所以我刚刚问他说他是不是声音本来就哑的？对。对，他说不是。那我其实我是觉得你声音如果没有好起来，也就算了，这样也不错。这样。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梦，我的灵魂，给一个人。我的亲人，我爱你，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声音非常洪亮。对呀、啊，他肺活量很够哦。果然是年轻人。伤害也伤害，你是个不夜城。哇，亚楠的音质唱腔穿越了时空，简直就可以媲美上海百乐门的大红牌了。不过这回要唱的是许慧欣的《快乐靠自己》，这可是一首舞曲哦。那舞曲最重要是什么？舞曲最重要是它的律动，它的节奏感。这个歌的感觉呢，它其实它是一个快歌啊，算是比较情绪比较正面的歌，但是它唱的很温柔。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你，你整个比他低了大概四分之一个 key， 还不到半个 key， 对啊，这是印度人才有的。其实他唱得很轻哦，啊，然后重音你要听他每句的重音在哪里。
很大，它有中音都有出来，可是它是轻轻的，哦，那个是力量。OK， 哒哒哒，这都是。全部反拍，那个反拍的位置要注意。这里都是反拍，那个拍子的感觉 ，OK。这边又很 easy， 对不对？OK， 啊，从头到尾这个歌他并没有很用力唱，他没有并没有唱得很凶，可是你还是觉得哎，就是一个你听了你会想跟着动，为什么？因为他是几个，他一句里面他的重音你一定要把它唱出来，反拍的地方他有时候连续放 把那个反拍，那个反拍的感觉 ，OK， 啊，这是几个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好，果然是用小调唱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它唱得太美。OK， 舞曲的东西，你要把它唱温柔，可是不要那么婉约。OK。太刻意了，太刻意的去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对吧？想太多，这个不要想太多。然后我刚刚说要也是那个音要断，有没有？断的太多，对，拜选啊，对不对？但是别拜，那听起来很呆。你要断到那种，我们这样讲好了，音断气不断。你懂我意思吗？OK， 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你了。好，我们往前一点好吗？往前一点再来。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你知道吗？你没有抓到 key。天哪，抓不到 key 怎么当歌手啊？Sports Girl TV 决赛里的常胜军张庭伟，要他抓蛇、跳啦啦队、国标舞、上主播台，没有样难得倒他。难道又在歌唱项目栽跟斗了吗？好，你的问题呢？先把音唱准，我再跟你讲其他的，好不好？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整个比他低了大概四分之一个 key， 还不到半个 key。对啊，这是印度人才有的天分。真的，我可能做不到。糟糕啦，又一位常胜军落马啦！从啦啦队主持、主播、国标舞一路过关斩将，无往不利的杨雅珍，在大家都没辙的歌仔戏项目，甚至还当上了小老师。没想到歌唱会成了他的罩门。我觉得，虽然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当歌手基本条件音准、拍子这些一定要先具备好，我才能跟你讲其他的东西。OK。换气还不错，换气的地方还是要注意。
哎，来宾拍拍手，掌声鼓励鼓励，终于出现一位大致 OK 的美少女 ，Sports Girl 出片有望喽！哎，如果没记错，这好像是雪玲在 TV 决赛中第一次获得老师的赞赏哎。基本上比较好的几个哈，小溪还不错，哈，只是说我刚刚讲就是，因为他算是有天分的啦，哈，那就是有时候有天分就会太刻意去秀他的。那其实有些时候就不需要这样子啊，他还算不错，然后亚楠也还不错，啊，只是说他也是一样啊，其实像小调歌手那样，那小千也不错啊，只是说今天可能词还不够熟啊，那大体上他的表现都还不错，啊，然后那个依婷，啊，依婷也感觉也蛮不错。小溪、亚楠、小千、依婷、雪玲，这是 OK 名单，那么告急名单是。我觉得有几个其实比较危险啦，哈，评委啦，然后萱萱啦，啊，然后雅珍啦，是不是叫雅珍？啊，然后一双啦，啊，这个告急名单一出来，一向表现优异的评委雅珍就忍不住落泪了，但是老师却说，有些时候这个演艺圈其实是很残酷的，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个天分，那我就可能会让他们早点离开。淘汰的阴影再度来袭了，美少女们又该如何面对呢？这次美少女除了配唱之外，还要担任许慧欣第四波 ME 中的 dancer， 所以在练唱的同时，美少女还要接受专业的 hip hop 训练。为了让美少女们能够在许慧欣这首《快乐靠自己》的 MV 中顺利演出，我们不惜重金礼聘了这位武林高手来指导美少女。老师好。各位同学好。阮波老师专教高难度的舞曲演出，歌坛中天王天后的载歌载舞演出几乎都经过他的编排调教，顶着金字招牌自然要拿出超高水准的要求。今天我们的这一个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担任环球唱片许慧欣的一首主打歌，跟他做一个合作。我们的负责部分是负责舞蹈的部分，因为现在做的东西是职业的歌手，我们现在他这一波，你们现在跳的这首歌已经是他的第四首歌了，所以相对的，在唱片公司跟在所有的长官的面前来讲，他们会要求的特别严格，然后我也会以职业舞者的水准来要求你们。我们在一连串的训练之后，我会做一个筛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上，对，我会做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筛选。也许如果大家都不够好的话，就是全部都不上。哎，跳舞是我们 Sports Girl 的专长，难不倒我们的啦，就先跳一段给老师看看我们美少女的实力吧。话说太满了，忘了每次都受尽舞蹈项目折磨的佳凤还有佳飞，至于其他美少女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什么舞步都出笼了，就是感觉不到 hip hop 的味道哎。请坐一下。其实看完之后觉得有点头痛，这13个人有13个版本，我觉得达不到应该要排名的标准，我刚看下来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我当他不行就是不行，我不会说因为节目的要求或怎么样就要用这些 dancer。请坐一下。其实看完之后觉得有点头痛，我们对音乐的敏感度其实不是很高，音乐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该慢的时候就应该要慢，该快的时候有力量的时候就要有力量，而不是从头到尾，这样是对画面没有帮助的。 OK， 对画面没有帮助，所以这一点要我觉得你们的对音乐的感觉有点，会听音乐，但是感觉很弱，知道节奏，但是那个味道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你们个人的solo 的招很少，大概分成两大类左右踏步类，
啊，身体类，然后还有大概是这两类而已。然后表情只有 open 跟 close， 就是把所有的眼睛睁得很大，笑得很开，然后跟一个是这样子，就这两种。招数只有两招，表情只有两种，简直把活力美少女说成木头人了。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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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好看。你应该是顺着音乐的感觉，是有时候做有自信，内敛一点点；有时候狂放一点点；有时候收一点点，有个性一点点。不可以不是只是把它当作你们是肢体的表演者，你们应该把你们当作是一个艺人，一个演出者。我觉得目前只有大概30分吧，我马上要教各位这首歌的最重要的部分，副歌的部分。美少女又遭遇到紧急特训啦，这一次训练时间只有2天，每天6小时，一共12小时而已。要学会这首4分30秒舞曲里面所有的舞蹈，不但要动作确实，而且还要神韵准确，节奏对位。One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and six, seven, eight， 再一次，很惨。切分延伸跳起来就好看了，起，你看，棒棒棒，延伸停，棒棒棒，延伸停，跳舞才有速度感。六起 ，Go， one and two， three four， one and two， three four， Oh my god， Oh my god， 家凤大概又要领到一张冷板凳招待券喽。OK， 味道很重要。六起，所以你看，五。说起来，这群美少女们的能耐实在超乎常人。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光是把动作记熟都很难了，还要注意肢体律动、态度、眼神，真的并不容易。不过要上得了 MV， 就要有专业舞者的水准，这是品质问题，达不到要求就是无法将就。所以美少女们争气点吧！未来电视为了这次任务所费不赀。如果连一个美少女都没出现在许慧欣的 MV 当中，那 Sports Girl 工作小组就得辞职以示负责喽。And one and two, one， 高中低 ，wave， go， 高中低 ，wave。你这时候 pose 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高中低是这个位置对不对？是低的，延伸到高的，抬脚。我刚看下来，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但是为了让各位持续下去，我就先让教往下教，然后你要去揣摩这样的味道，跟这样的舞步。OK， 因为我要的，不是只是动作而已，全部人都跳一样 ，No， 不要。我要的是感觉，整个画面在呈现的感觉是。好看。时间紧迫，虽然第一段的问题还很大，但是兰坡老师还是紧接着开始第二段的舞蹈。美少女也是一刻不得停歇的，在这个通风不佳、空调欠缺的空间挥汗苦练。来看看家凤几乎完全跟不上进度，自己知道出糗的她甚至拜托摄影师卖个 Kiba， 因为动作通通不对的啦。那他对还难啊，因为我手脚比较不协调这样子，然后会有同手同脚的坏习惯，所以我觉得很辛苦，而且我全身都是汗，然后再加上这边空气很不好，这样跳起来有点缺氧，所以我觉得这支舞难啊，不止舞难啊，动作难啊，技巧也难啊。我知道 PRD Hop 的东西就是要有感觉，像我们跳我们都是在背舞步，要先把舞再来调感觉了。我觉得不怎么好跳哎，因为有一些像老师的动作，手指头啊，跟我们平常不太一样，味道还蛮难去掌握的。连舞蹈科班出身的庭伟都叫难，看来这回美少女真的是踢到铁板喽。唱片公司的部分，我们需要的 dancer 其实需要大概在8个吧，然后可是我目前来讲，我大概4个都还我觉得还不到，这首歌有4分30秒。我们现在才20秒多，20几秒，快30秒，所以你看，就在我们2天之内要完成，我觉得这是基本上是很困难的。虾米啊！老师第一天的结论竟然是2天要完成很困难，这下子不但老师急了，制作单位急了，美少女更是急得不得了。于是大家主动相约，第二天一早先到中正纪念堂恶补练习一番。每个心朋友，想你跟着伤口。
美少女自己感到很满意，但是旁边的观众又觉得如何呢？来做个现场民调吧。他动作有点僵硬，动作不太熟。吼吼，缺点完全显现，无一顿形。不过佳凤倒是多了一项正面的评语哦。好可爱。在这里要提醒佳凤，可爱归可爱，但是职业 dancer 看的可是舞蹈动作哦。对，笑容啊，笑容我可以，我觉得6到8个，因为我觉得我虽然跳得不好，但是我对音乐整个那个感觉是非常自然的啊，而且小冰神团也是说我笑得很开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跳。真的想跳就加紧练习啊，不然你就只得在冷板凳上慢慢笑喽。当天下午，美少女又来到舞蹈教室，除了练习之外，当然还是马不停蹄的练习。你现在的东西是，不能，我觉得不能看。13个人有13个版本，对，13个版本。但是我希望我只要一个版本。1, 2, 3, 4, 5, 6, 7, 7, 8, 9, 10. 其实跳舞来讲，它不是只是把动作做完而已，而是本身要散发出那个舞蹈应该要有的味道。1, 2, 3, 4, 5, 6, 7, 8, 9, 10. 我觉得达不到应该要拍 MV 的标准。比如说一个动作，你可能要跳10遍，跳20遍，让你的身体记得那个动作。我当他不行，就是不行，我不会说因为节目的要求或怎么样，就要用这些 dancer。虾米啊，不用他们那还得了？美少女可得争气点儿，加紧练，不然到时候被选去拍 MV 就是这个偷练的怪叔叔。就在美少女们练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许慧欣现身舞蹈教室来探班喽。这时美少女更是鼓起全身热力继续狂练，希望给乙方好的印象。好，第一位，第一组吗？你是我觉得你是自然有一种律动，可是你一不笑的时候，你就会看起来很 serious， 太严肃。你刚刚是在边跳的时候，然后你有一点在弄头发，可是这个在镜头上面是不行的，除非你可以就是编进去你的舞蹈，你边这样子然后边弄头发才 OK。第四位跟第五位，你们的表情是很开心，可是太固定。第六号，我觉得你是看起来没有自信，对，你不是跳得不好，你不是不漂亮，你身材很好，你很可爱，可是你就是要有自信。第七位，第二组对吗？你的动作都要做满，做满，然后就是到定点或是有力气一点，你要小心一下，因为你有一些动作是我觉得是抓不到拍子的，对，可能是你要更仔细的去注意到蓝波老师的肢体动作。第三位，我觉得你很漂亮，可是你的 free 的部分，你还是要注意到拍子，就是 free 的部分，因为 free 就算是 free， 你还是要有一个节奏，然后跟着那个节奏跟律动。舞蹈基础雄厚的许慧欣一针见血的把每个美少女的缺点指出来，希望有助于美少女们突破瓶颈。这种比赛不是很容易的。我觉得你们要还是要好好努力，然后要加油，因为不管怎么样子，不管你们会被选出来还是没有被选出来，我觉得至少你们有经过这个经验，你们已经是算成功了，因为很多人想做就还是不敢碰，你们已经很勇敢地站出来然后去学，就算我没有学过舞蹈，可是我还是去学，这已经是很勇敢的，所以已经可以为自己很开心，所以大家加油。有了金曲小天后许慧欣的加持，相信美少女们应该是获益良多的。为了让美少女们实际体会 MV 演出的窍门，主办单位决定先来一次模拟拍摄，为每个美少女准备 MV 演出教战守则。you
我觉得已经都跳到没有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很有力之外，我觉得我动作不是很熟，然后我对镜头感觉不够敏感。因为动作都不太记得，然后跳到最后啊，到那一天我那个脑袋都一片空白，然后动作早上跳的还记得，到下午全部都忘光，因为真的太累了。所以把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累，对不对？就很累，也忘了，然后想要偷瞄旁边的人的时候，发现旁边人也在乱跳。当然，就是刚开始先激动都是没办法去加感情啊、表情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练习啊。而且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练的时候，也是都只有就是把动作记熟啊，然后真的要雕动作啊、表情的时候，都要花时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副总来看大家一下。副总好啊！未来体育台的最高长官何副总也来为美少女加油打气啦，希望他们能不辱使命，在 MV 中展现第一代 Sports Girl 的活力与魅力。我觉得亚楠比较好哎。我基本上我要求我还是镜头上我希望看到每一个东西。他会这样感觉跟他搭还不错。好，我们的这个 MV 的总监波波有话要说哦。你说是一号吗？对，我会想要把一号留下来。1, 2, 3。许慧欣第四波 MV《快乐靠自己》Dancer 选拔日终于到来，美少女们谁会录取，谁会落选，全部上垒还是全军覆没？哇，在经过这个两天密集的集训，我们的美少女呢，有没有希望能够登上许慧欣的 MV 里面呢？当她的 Dancer 呢？现在呢，我在这个人群里面啊，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汗味，因为他们呢真的是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呢要跳好这支舞，而且呢我们听说这个 Evolve 许慧欣她的舞技呢非常的好，所以呢等于整支舞的难度呢也更上一层，所以呢各位美少女们在练习了这么久，今天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选出8位美少女在许慧欣的 MV 里面呢担任这个 dancer 的工作。好，那各位你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有。好，很好。当然呢我们这个挑选的工作还是要有伟大的评审，对不对？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评审。首先我们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环球唱片的企划，掌声鼓励。你好。嘿，那这次就麻烦你了啊。嗯，好的，那好，接下来第二位呢是我们这一次拍摄许慧欣 MV 的监制，让我们欢迎波波。哎呦，看起来很严格的样子。是。好的，那第三位也是我们这一次拍摄许慧欣 MV 我们的美术，欢迎点墨。好，那接下来呢这位评审很重要，因为这次是他来担任我们美少女的这个舞蹈老师，来欢迎蓝波。那这次呢我们总共12位里面呢要挑选出8位。好，现在请各位美少女准备就定位。Thank you.
美少女们呈现了练习的成果之后，评审团紧接着展开秘密会议，准备选出最后入选参与 MV 演出的 Sports Girl。会不会害怕自己落选？对啊，因为其实我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一直说我的动作都不扎实、不确实，但是他只提到一点，就是说我笑得很自然。嗯，那我就觉得，哎，有这个优势啊，那我就运用这个优势来看看评审们能不能欣赏到啊。就是比较比之前练习的时候好，可是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还不够放的话，就会跳得很低。刚刚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我尽量在享受，就是老师说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啊。嗯，对啊，然后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享受到我的感觉。我所谓的紧张，不是说评审在前面我紧张，是因为我的动作不够熟，是我本身自己准备的东西的问题。那现在觉得 OK。对。他会这样感觉跟他搭还不错，这但是我不这。其他的我没有意见。这个我其实还真的觉得还蛮，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现场临场反应也不是很好。嗯哼，对。这个女生我觉得，在他们身高是多少？167，167啊，这两个美女可以试试看。嗯，这三个。杨雅是我雅珍这个。我觉得亚楠比较好哎。你觉得呀？对，可是我就。我刚刚看了，就他们一定，我用他们两个五官来分啦。嗯，好，我基本上我要求我还是镜头上，我希望看到美的东西，镜头里的。我会觉得这个会比这个好。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会选这两个，刘杰我就删掉。哇，他本来安全，对，他本来在里面，对，六个安全里面。结果婆婆觉得，就问你这样讲，你觉得删掉他？如果这样，我会把他删掉，我选刘杰删掉，尽量的。正当评审团激烈讨论的同时，焦急等待的美少女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因为先花蛮多时间在练习的，然后平常也都狂听音乐，好像我很想胜任这次的任务这样。评审结果终于出炉喽，到底有多少美少女可以跟你伴拍 MV 呢？二号，杨雅珍。七号，谢雪玲。雪玲。八号，张评委。你是20，好 ，OK。第十位，23号，李亚男。11号。也是26号，洪小千，现在是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对。12号，27号，李怡轩。我们选到是这6位。落选的美少女这个时候一定非常失望，不过在这里又有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喽，那就是波波小姐突然大喊枪下留人。我个人比较想要夹缝哎。好，我们的这个 MV 的总监波波有话要说哦。你说是一号吗？对，我会想要把1号留下来。哇，留下夹缝，这真是戏剧性的转折，只有可爱不行吗？当然可以，夹缝就靠装可爱败不复活哎。当那个波波老师在说我想留夹缝的时候，我心想说，我的努力被人家肯定了，哎，这样就好了。可没想到他们让我成为第七位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又很兴奋。对啊，然后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还做得不够吧，对啊，所以就没被选上。对啊，就很失望。我有的实力，我的专长可能不是在这边，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不管怎样还是可以表现得很好。当天过生日的小希遭受到这样的挫折，更是感伤的落泪。于心不忍的工作人员决定帮小希办个生日 party， 顺便让美少女复习一下荒废多日的歌唱。加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表现得很好。好，谢谢。希望你呀、啊。
这个节目。对啊，这边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节目结束之后，希望大家还能常常出去吃个饭啊，见个面啊，跳个舞啊之类的，亲一下。谢谢。虽然说每次难关啊，你都会遇到困难，还有讲话困难，觉得每次难关都遇到困难，是件很棒棒的。对啊，然后不要没有自信哦，我觉得，对，就是。谢谢大家。我刚刚问什么？没错，他们只是没有入选 MV 的演出，并不是被淘汰。然而，在 Sports Girl TV 决赛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同甘共苦将近三个月的活力美少女们，有着相当特殊的情谊。虽说竞争是激烈的，淘汰是残酷的，但是美少女的这份经验，真的是只有参与过才能体会各种滋味。而下周美少女们必须经过重重的关卡，通过 MV 拍摄、录音室配唱以及最后的淘汰残酷考验。究竟他们能不能成为环球唱片的出片歌手呢？